大家想听情歌吗？想听的先掌声要响起来，谢谢。我们请出吴丽霜小姐给大家唱一首《哥哥不来花不开》，相信这首歌会唱醉你我他，大家信不信？不信掌声响起来。因为今天他们专门请来了电子琴李老师来给他伴奏，这首歌一定丰富多彩，请大家聆听《哥哥不来花不开》，谢谢。